然是个新的跑道，他可以让这个车从圆环飞过去，玩一玩这个我的摩托车。哦，天哪天哪，止不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妹妹小羊，你们的小羊妹妹。呵呵，今天爸爸妈妈又不在家，我又可以到处玩耍了。我要上床去看一看，还没有自己爬过床呢。哦，这床上是什么呀？这被关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打不开，我看一眼。啊，是只小乌龟。哎，这乌龟好可爱呀。这是我平时爱玩的汽车跑道，爸爸经常陪我玩。哎呦，这不就掉下去了？哎，你看我的小赛车还可以转圈呢，360度，轰，又回来了。开始，这是无限循环的。再放两辆车上去看一看吧。这个又是什么？平时没有看到过。哦，天哪，这应该是个新的跑道，它可以让这个车从圆环飞过去。嘿嘿，这是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收纳，他们全部都收纳起来了，那就不管了。玩一下我的坦克，一看我的坦克还会 biu biu， 哎呦，还会发射炮弹，太厉害了吧也。嘿嘿嘿，那再玩一玩这个我的摩托车。这个摩托车人还可以自己刹车呢。哎呀，你玩腻了，这玩具房没啥意思嘛。去厕所看看，平时爸爸妈妈老是不让我去，嘿嘿，今天他们不在家，我就可以去玩了。这不是我洗澡的时候陪我玩的潜水员吗？哎呀，他肯定想去玩水了，我要把他放进去。开水让他玩一玩。我真的太善良了。哎呦，你看他游得太欢了吧。哎呀，怎么关不上了呀？怎么关不上了？现在这个水也太浪费了吧！不行，我要找个东西把它堵起来，再放个肥皂泡泡。嘿，有泡泡了，太好看了。我去找个什么堵起来呢？马桶里面有吗？没有。哦，这有个马桶筛，这个筛子应该可以堵起来了吧？嘿，太聪明了我，爬上去，把它堵起来。哎，成功了。可是这个水怎么慢下来了？哦，天哪天哪，止不住了。那就把小船放上来。不关我的事情，不是我弄的，我要赶快出去。爸爸妈妈回来也不会知道是我弄的了。快走，这次我要玩这个宇航员。这个宇航员我每次玩它都没有成功过，它太难操作了吧。哎呀，飞起来呀。哎，你怎么倒下了？真是没有用！看我让你飞起来哟！它真的可以飞得好高啊！哎，直接看不到它了，快飞！哎，过来呀！过来！啊！怎么掉下去了？再去看看其他地方有什么？哎，这有个火箭筒，插上去看看。哎呦，它直接就发射了！哎呦！哎，这也没什么新意嘛，我要爬上桌子去看一看桌子上有啥。哎，这是游戏机呀，这是，怪不得平时看哥哥姐姐老是来这儿玩。哎，我怎么玩不了？这是遥控器吗？是不是要插卡还是什么的呀？我放进去试试。喂，还是没有动静，没有意思，点哪儿都点不动，这不就是欺负我小没文化不懂吗？哼，那我去床上玩一玩了。哦，这有个收音机，哎，收音机还会响呢。这万花筒吗？好神奇呀！太漂亮了吧！哇哦，这还有个飞船，哎，天哪，我摸一下它就可以飞起来了，我都没有遥控它，好神奇哦！怪不得这个房间充满了科幻元素呢。好了，今天玩累了，我要休息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。